几个月了？妈，几个月了是吗？问宝宝。妈，我到农历5月底，我就开始生了哈。妈不动。还有，妈还有那个啥，还有2个月。还有2个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超啊。怎么俺妈从哪院来？撵到这院来，一直我奶奶几个月了呀？俺妈问了奶奶几门一天最少得10来遍。一直我奶奶几个月了，我也不知道她几个月来啥时候生啊，一直在重复这会儿。其实奶奶怎么给妈一直在回复呀？我都怕奶奶你烦了。其实奶奶还挺有耐心的，一遍一遍的在说。几个月了？能看？妈，你又问我妈？我不是，我刚告诉你，我还有2个月就生了哈。还有2个月。你是不是着急当奶奶呀？我妈是真是着急当奶奶，今天一天已经问我好多遍了。妈，那你是不是到时候你伺候我坐月子呀？伺候不？妈还得伺候我坐月子，等着。然后到时候你抱孩子不？来给抱孩子是不？你给看着行不？妈还给看着，着急给看孩子呢。这一天问呀，就是妈是咋了？一天问了很多很多遍，但是她也是，就是关心啊，就关心。妈也不知道几个月，就是一遍一遍重复的在问。妈，你别狠狠问了，到时候奶奶我快生了，我出院了，我带着你睡了吗？等我快生的时候，妈，然后。我带上你一起去，行不？妈，那你想要抱孙女还是孙子呀？孙子儿、妈想要抱孙子。不是，上午咱吃饭，我在那跟妈说的是要孙子。啊，不记得了，你知道吗？又是要孙子，又是孙女。奶奶几个月了？你看我。不是啊。你害不着我，咱俩不给说了。七个月了，你刚才不是不知道啊？他啥时候生？你知道不？算的日期了没？算了呢。啥娃？还有几个月？俩月，这个天。妈知道，怀9个月就生了。妈，你给孩子那个准备那个小铺垫儿、小盖垫了吗？准备一定要。准备了。嗯。你自己准备的。嗯。自己做的是不？那到时候等我生的时候，妈你一定得去哈。孩子出生的时候第一眼就得看着奶奶，你去不去？去是不？先让你抱着哈。妈，我们院里那个菠菜长出来了，我给你拔点，然后你带走行不行？我不养。我给你拔点，走。他妈这边水都漂不漂亮，漂亮才好吃。啊，那个菜也拔点。先拔这一堆吧，等吃完了再拔。这个现吃现拔比较好。谁？谁呢？你谁？都是这几天热。这两天热了哈，注意等天冷了，然后就穿厚点，天热了就脱一下衣服。你啥时候啊？我啥时候生是吧？我妈又开始问了。妈，我还有2个月哈。2个月你就当奶奶了。